好，在基隆展示的黄色小鸭呢，现在风波不断，授权商品现在出现了问题。发起人基隆市议会议长呢，他特别发表声明说，他跟霍夫曼联系之后，已经对前策展人范可卿发出了存证信函，要求停止贩售未经授权的商品，并且以霍夫曼版的小鸭为唯一官方授权的商品。对于这样的消息呢，范可卿表示，一切都要等到收到存证信函之后再说。他说他不想表态，是不想被误解。